挑战每天蒙语粉丝挑一条手镯来接他球，15000的衣裳，6006一圈。老游戏春代才和其他要求吗？小姐姐说了，见光不失色。是啊，是春代才很多，见光不失色的也很多，但是大圈口的特别少。走，现场碰碰运气吧。哇，姐妹们，这条好好看呀。这个是很纯正的樱花粉粉色调，它还是渐变色，真的实物更漂亮。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拍不出它的美，好漂亮这条，但是圈口小了。然后这条也好看，这是一个大圈圈的春带彩，挑一点小阳历色花，带镯心的，这个肯定是超我们预算的啊。这条也是，这条是大圈圈的，但是这个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淡淡的粉底，要是带点绿色调就更好了。哇，姐妹们，这两条姐妹花，而且是可以做胖圆条的版型，这两条都是福禄寿的那种味道。这个是春带彩的，然后带一点红飞洒金，有种春天繁花似锦的那种感觉。那这条是皇家绿，而且是有种水的皇家绿，带点小绿飘花，但是这个是6位数了。哇，这条也好看，这条大圈圈春带彩，我今天终于是看到一个大圈圈了，全是小圈在那里看，这什么价？开4万呀、啊！我拿去自然光看一下。我们自然光来看的话，它肉质是非常细腻的，而且紫绿相间的春带彩，见光不失色。那么这种料子，它加工出来同样是胶感满满的。表妹开价4万，好久没有砍它，价格又有那么一点虚高了哈。今天重现一下姐妹情，走。姐妹们，你看，就是市场上全是我的表哥、表姐、表妹，这边是表姐，这边是表妹。表妹，这个看不到，这个圈口太大了，60圈了，开4万，给你。开价嘛，开价嘛，1万，圈口太大了，1万不行啊。我发现你比之前更漂亮了，特别是这个，他喜欢吃酸的。就之前我们有个小哥哥会来问他，你喜欢吃酸的还是甜的？然后问出来他喜欢吃酸的，等一下酸的就安排起来嘛，加1000也不行，加1000还不行啊？这个圈口大嘛，我都你看。总有人合适，但是我觉得合适的人很少，又不是黄金圈，很多啊，你合适吗？哇，刚刚好吧，刚刚好。你看你的那个手就不行，你那个手应该是个小圈，应该是个黄金圈吧？加1000，1万啊，1万还是不行，那你最低多少吗？4万我真看不到，18000呀，最低18000呀，这么漂亮的姐妹是不会说谎的，18000我也看得到的，今天。是吧？咱们再去姐妹园，市场上所有的以后就是所有的都是表哥、表姐、表弟、表妹了。这个15000拿走了，我不磨磨唧唧，我今天顶天了15000的预算。这个圈口太大了，主要是我在市场上很少看到这么大的圈口，而且是个春带彩的，好吧？可以吧？就因为你这一个表妹，也合适吗？是因为这个表妹吗？等一下，酸奶安排起来哈，还是表妹爽快，拿走，来给你扫，好，给你转过去了。祝你生意兴隆。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组了一个180天团，现在是有4位成员哈。就是那个180天团里面，每一个帅哥都是180以上。哦，你喜欢吗？最终以15000的价格成功拿下，走，切货去。当当当，手镯切货啦！来，我们再给我看一下。哇，这条手镯真的太娇了，我们做的泥鳅贝的版型，嫌这个颜色呢比毛胚状态更加鲜甜明亮。它是粉紫色系，见光不失色，那么会有一点点小晶体感的，但是求色不求种嘛，交上手镯上手一定是仙气又梦幻的。你们还喜欢什么样的手镯？评论区告诉我。